台南市的启定黄伟哲市长，还有两位副市长，以及纪连兄，我今仔日终于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哦。啊，还有咱四大公庙吼，总干事，还有咱的主委，以及咱民间的企业，各有现场真侪民意代表，各有真侪真可爱的乡亲。今仔日是小小的一个记者会。但是咱这个会场拢已挤满了所有的人，啊，所以真欢喜。这摆呢，应该是国家办喜事，台南出牛腩。那咱市长甲志明遐有讲过，以前若办喜事，上欢喜的就是爱请三平大戏啊。这大戏就是歌戏，歌戏是台湾的文化宝贝。所以用台湾的文化宝贝来庆祝咱国家上大的代志——520总统、副总统就职典礼，安尼就对啊，非常圆满。那今仔日呢，阮头前吼，即拢阮同意吼，足好足好顶尖的，咱秀琴，啊，搁美云，啊，当然文化园总团，我嘛一定爱过来参加这个最大的庆典。真欢喜，那他们刚刚也表演小小的片段，台拢带来真非常的喜气吉祥的戏，啊，阿明导演总团，小带大家看到，唔免惊到，无偌济人，真正有够济个，九明华园老中青都艺术家族四代同堂，到时5月19日。我们将在林默娘的公园盛大的表演。那我们演的是什么？林默娘，剑士李洞宾。那大家都知影，不先来听李洞宾，救世救民，而且伊身躯排靠青龙剑，这是咱李大仙的宝贝哦。但是当他青龙剑不见的时阵，伊要面对10万大军，伊要安怎出现？所以这个时阵，就要提出什么勇气呀？勇气化作青龙剑，才有法度战胜一切。嘛是用勇气来祝福鼓励咱所有台湾人，提出咱的勇气，面对咱的生活，面对咱的事业。啊，小戴啊，恁看到的吼，明华园呢所带来戏阵哦，小小的开胃菜，但是拄只市长已经讲啊，哎呦！你甲天上的天神拢带来，唔啦带天神倒来，伊讲哎呦，你搁甲动物带来哦，搁甲带一只足大只的虎来咧，哎叫做人生哈，人心啊，虎心人面哈，所以明华园我们会把最好最棒的有神啊，有人啊，搁有动物，做伙来庆贺咱即摆上大上大的这个吉庆哈，咱的民安吉庆，南方游行。所以请大家好好欣赏，啊，这戏吼吼多偌济，一出拢卖几落十万嘞。啊，顶届我也跟市长黄伟哲去看阮来台南市文化中心表演的时阵，啊，看到阮的戏吼，有哦，里面的皇帝身躯迄领衫，真好看，真水，但是个性真贵，对，迄领衫大概40万起跳。所以我们最大的心意，从上好的物件端出来，跟大家一起同乐。我们来庆祝520总统、副总统就职典礼，加看林华园的建成吕洞宾。Thank you.
这里是边哦。小妹，我杭州里走到地行，一定要将你李东兵都上身带，我跟齐心计较，想要将你李东兵抬出身阵，收给落单。无我不行，都爱收给无兵。哪里？你新鲜世界新鲜，安尼不通情理啊！哪里新鲜世界新鲜？应该好好感谢关心。李东兵。
所有的贵宾，啊，跟咱的演员，做伙来大合照，为咱这届大。